12日晚，王嘉尔在伦敦的演唱会上怒怼外媒造谣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晚，王嘉尔2023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伦敦举行。当晚，王嘉尔在舞台上用英语公开怒斥外媒造谣抹黑。王嘉尔称：“我是来自中国的，中国就是我的家，我的故乡。大家听清楚，有太多的垃圾媒体在胡扯，中国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”王嘉尔接着怒斥道：“这些外媒都在瞎扯淡，你只要去过中国一次，你就会觉得。”哇，这里太棒了，我保证。我不知道那些人想要玩一场怎样的游戏，我只是一个艺人，一个歌手，一个公民，一个人，我不在乎。我只想说，他们可以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加太多的滤镜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对媒体发出来的东西保持警惕。王嘉尔说道，我们欢迎任何人来到中国，只要你来过一次，就会发现这里并不是你们想象中那样，用自己的眼睛去丈量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吧。为此，网友纷纷表示赞赏，还有网友称，王嘉尔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维护国家。最后，也祝他巡回演唱会圆满成功。Thank you.